最近送餐不是很顺啊，前两天摔了一下，我靠，脚卡进一个缝里面，车就倒下来了，压压的我的脚呱呱一叫，我现在脚有点一瘸一瘸的感觉。现在看到了 213.2 元人民币啊，这个是2024年2月份送外卖的收入这样子啊，现在把它提现了，因为已经3月了。现在平台给我派了4单啊，目前是11:45。哎，到千百家楼上取3单啊，再取一个什么小山东黄焖鸡米饭。因为我是在我休息住的那个地方上下啊，所以呢，现在出来只剩下25分钟左右可以送餐。在这里农耕季啊，取36、37、383个单，确认到店。36拿到了啊，3个单。老观众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目前新手状况的话，最多就是6单啦，一次性。好，3单。冬天啊，只要低于0度的话，我这个电动车的那后轮它就会非常硬啊。再加上现在电瓶自己也有损耗，也骑不了太远。今年可能要花一点钱来修整一下我的电瓶车了啊！现在前往第4单啊，黄焖鸡米饭去取个餐啊。小山东黄焖鸡到了，米饭31，我们已经好了。拿走了啊！他们这家的网上外卖卖的比实体店还便宜啊，特别神奇。拿到了第4单，开始送餐吧。现在来到刘景秀苑啊，来这边的27号楼。好，这边感觉好像是那个别墅区啊，来这边送农耕季啊。现在那北京的太阳还不错啊，我觉得我最近自己看自己拍的这个视频，扫了那个慈溪的那个广角镜之后，我觉得我人脸变有点太大了、啊，之后再花点钱再买一个广角镜吧，这样子有点不太习惯。到了，这是几单元了？1单元了、啊，下一个就死了。没事，谢谢啊。现在来到这里应该是一栋院吧，车子进不来啊，只能用跑的进来。主要是这里啊，你从来没有来这里送过啊。喂，你好，外卖店送到，你可以开门了啊。好，来。好，谢谢啊。03吗？嗯。哇塞，都没有门号。放门口啊！哇塞，看我家专门订外卖的，怎么那么多外卖？哎，订外卖太慢了。哦，你的是吧？十多分钟了，还没包住呢。哦，好。现在送了4单啊，花了40分钟。现在收入的话是24.3元。刚那一单超时1分多钟。那顾客说他看到了是超时10多分钟啊。所以证明这单从平台叫单之后到骑手接单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啊，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什么单吧。现在已经到12:25了，不知道还能再送个几单吧。平台给我派单了，来到宋家庄往北一点的这个美食城啊，之前常来的这个门口关了啊。走进小区也没有看到入口啊，就找一下吧。哇塞，刚问了骑手才知道美食城搬到这边来了啊。哇，在这里啊，这么规范啊，搬过来这里面了、啊。好，来这边好像有4个单啊。哇，这种感觉好像装修过了，感觉变蛮新的啊。哦，确实，这个凉皮先生，然后一个阿娇麻辣粉，凉皮先生在这里，阿娇麻辣粉，还有一个鲁豫大锅烩菜，
相当惨啊，嘎嘎香，不知道是不是大锅烩菜啊？哦，这里没有。哦，以前美食城在这里啊，以前的美食城这也是这一块，然后现在可能之后还会重新装修吧。啊，走回去了。哎，你好，我跟你问一下啊，大锅烩菜跟那个麻辣粉怎么在哪里啊？都上面呢，就在楼上是吧？对，这个是那个打东西那个是吧？超市边上那个底商吗？啊，哦，对的，这个是转过去，我在边上那个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。拿一下凉皮先生，6869不知道出来没？6869。六八出了吗？待会儿。哦。我行，但是天天不。哦，六八出了啊，就是这单。来什么？哇塞，我今天感觉有点体力，有点虚脱的感觉啊，没什么力气。我靠，整个人状态都不太好啊。看来今天有问题。两个单，第五单跟第六单啊，还有七跟八。看到了啊，六号阿胶鸡汤麻辣。美团六出了没有啊？我去旁边看看我的冷面。对，这包是吧？好，行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再来还有一个什么鲈鱼大锅菜的啊。喂，哎，你们店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荣那个什么香龙记这里。你们是底商吗？哦，洋棒骨烩面里面啊。喂，鲈鱼大锅烩菜。在这个洋棒骨里面，哪里有写大锅烩菜啊？鲈鱼大锅菜是吧？谢谢啊，真难找啊！刚刚在外面晃悠了老半天，看哪里有写鲈，哪里有写鲈鱼了？好，现在身上四单了啊，准备开始送餐了。现在在南方庄一号院啊，十号楼，找一下怎么去楼上啊？哎，找到了一个楼梯。你好，走楼梯上来了。你看到四楼那个小桌上吗？四楼有小桌上吗？你们是什么？打造一站式数字商业平台这里是吧？什么什么？你告诉我那个是啥？一个联破数科。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哦，那给你放小桌上好啊。啊，对对对。行，谢谢啊。是，好的。搞错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小桌子在这里，那外卖放这里。这公司在这边应该是做 APP 的，最近送餐不是很顺啊，前两天摔了一下，走路摔的，撞到屁股啊，淤青了、啊。然后今天刚刚在进这个紫方园六区的时候。车子没停好，门位让我停好一点，因为刚刚这个拐弯的地方嘛，哇靠，脚卡进一个缝里面，车就倒下来了，压的我的脚，呱呱一叫，哎，不过在那边干活就是这样子，你还是要养精蓄锐再出来啊，哎，到了，我现在脚有点一瘸一瘸的感觉，哎，放门口啊。刚这只脚这里就这样压下去，这样子压下去，然后一台车压下去，自己的电动车就哎呀，坚强的小强的感觉啊、哦！新源国际五号楼啊，小号呀，我们到了，人也太多了。外卖，来，谢谢啊。对，我最近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于种这种写字楼、这种高楼大厦，有没有到二三十楼的那种高的？非常非常慢，站在那边等，看了一下19层的，你也没有办法像说4、5层就直接往上冲对吧？19层你要冲到什么时候去？就等啊等，等了4、5分钟，上去也等，下来也等，主要是人多，然后电梯蛮慢的，不是抱怨，只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又超时啊？今天送了好几个地方没来过的啊，工体运动方程啊，来这边群狼格斗。这边点外卖吗？哦，你的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现在时间是1:17啊，出来送外卖送了90分钟左右吧。啊，一个半小时送了8单，收入是49.1元人民币啊。按时薪来说的话，也超过30了吧。好，那这边就跟大家聊那么多啊。下线了，回去工作一下之后，
再出门买个菜。默默要请豚叔叔脸书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啦、啊，要准备一桌好菜啊！先来到千百家这边买菜啊，给我两个排骨，排骨两个，两个菜，对这种的啊，对，就要两个，就要两个，准备做晚饭跟明天的午饭啊。今天晚饭的话是三个人吃，明天午饭的话是五个人吃，不知道今天会花多少钱、啊。菜单我已经开好了，今天那条鲈鱼有籽吗？现在这个季节有吗？有，让你找一下看，今天上个月有没有。好好好好。三十是吧？过去了啊，谢谢。对你帮我打一下花刀啊，谢谢啊。29过去了啊。嗯，来这家买菜啊，老板回来了。椒要四个，他们家尖椒感觉还行啊，看着蛮嫩的，两绿一红吧。那个姜，那个藕啊，生菜。你莴笋那边能不能给我拿一个新的？拿我一下。芹菜、生菜，然后娃娃菜、姜。真的很少见你了。对，我最近去那个什么万家军小那边买的多一点。早市。对对对，没有啦，也不是早市啦，就是那边一个菜市场。那就是早市。哦，那边算早市是吧？对。辣椒啊。这些哦，这些35是吧？莴笋多少钱一斤呢、啊？莴笋35。35啊，过去了啊，谢谢。我、哦、之前四个，现在三个了是吧？对，行。四个没有，就这样。谢谢啊。10点，好嘞。吸管药。谢谢惠顾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少一点啊，不要那么多，三个就好。行，谢谢。小姐，我做那个小炒黄牛肉的，是你挂亲戚吗？他跟我讲说你帮我留出来了。哦，那就是你，我给你留着了。你们湖北做炒黄牛肉吗？炒啊。你怎么炒的就怎么给我切成片。切成片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你们是切片还是切条。我们是切片，切小片，小炒黄牛肉都是片。那你帮我切。长溜溜了，说说我可以切成像比小指头要细一点的那种条。小片也可以，小条也可以、你看你们怎么做就怎么给我切。那我还是给你切片嘛，那片好炒。你要是因为条它会粗。60块钱的。行。我炒两餐啊。行。我知道了。我给你切就大就这么大的片。哦，好啊，这个回去是不是要腌一下是吧？腌，就用淀粉、鸡蛋清抓一抓。可以提前一天腌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腌的时间久了，反而味道那个肉质它会更嫩一点。好好好，行。行，那我就还切成这么大的哈。60块钱的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拿两根鸭腿啊，菜很多了，就随便弄点。鸭腿呢？两个帮我剁一下啊。骨头呢？骨头给你装着吧。不要骨头，不要装我。4点，4点。过去了啊。继续收卡。过去了啊。好，谢谢。买完了，两餐啊，一共是8个人吃，应该还会剩一点，花了200块啊。因为刚刚后来又去买了一点车厘子啊。卖家是说赔钱卖啊，15块钱一斤，我就要了20块钱的，就饭后的水果吧。这顿的话，最主要还是要就是感恩呐 啊，感恩这个我跟我老婆的婚礼，所有来帮我们的人啊，就跟大家说到这边啊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见，拜拜。